在升学求职的竞争环境下，考取国家技能检定是最直接有效的证明您的专业技能，证明自身的文书处理、资料应用能力，也为你的职场工作、升学取得加分机会。那就跟我一起透过本课程挑战超过17万人都在考的以及电脑软体应用证照。课程将避开多看考古题即可过关的学科内容，而是着重在最令人头疼的术科测验。术科主要考的主题是关于人资、业绩、销售等报表制作，是各大企业选材的必备技能之一，也是迈向专案管理人才的第一步。学完就能立即应用，对专业技能提升绝对有大大的帮助。大家好，我是黄静怡老师，带领以及软体应用冲刺班有超过15年以上的经验，学生的考试通过率呢更是超过了 95%。 在这次的课程中，先带你读题，了解题目规范，再根据软体定位来作业，正确且有效率的解题，并说明答题脉络、解题重点，不需死背，用最有效率的方式破解测验，并教你如何避开题目陷阱，轻松取得高分。这不是一门普通的考古班，而是帮助你证明工作能力的机会。跟着我一起通过考试，为您的职场能力加分。